除非有人说你是洋葱吗？那份味才算是洋葱，我就不吃洋葱。恭喜紫薇佩慈，恭喜！来来来，往我们这里走过来，恭喜两位王子跟公主的婚礼，太棒了，好美的画面哦！谢谢我们今天现场朋友们的莅临，给予他们的祝福。那其实今天紫薇跟佩慈也非常的贴心，非常的用心，在一开始大家入场的时候呢，在每个人的桌上呢，就帮大家准备了100%的蔬果汁，还有100%的紫色蔬果汁，希望呢在场的每一位嘉宾哦，不只感受到紫薇跟佩慈的幸福，也要拥有健康美丽的人生，因为呢幸福就是100%自然无添加。在这样美丽的夜晚，让我们一起举起您的蔬果汁，干杯！再次祝福紫薇以及佩慈百年好合，长长久久。